阿姨，你能不能不跟着我？阿姨，我求你，让我看见他好吗？求求你了，阿姨。不可能见你了。阿姨，他为什么不见我呢？你就使这份心吧，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以后别来找他了，找他也不能见你。幸福的日子，但其实我明白，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很远很远。妈，沉默世界中的两颗心。没事儿，如果他再去找你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已经死心了，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妈，那知道了。都包了。你买我不卖，坐你去，别在我头上，你去，上一边去。走。让我见见他了，阿姨。求你了。我女儿再敢嘱咐我，让我告诉你，他已经喜欢你了，别找他了。阿姨，你们一家人以前对我特别热情。我从外地回来，你们都变了。阿姨，你完全变了一个。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因为咱家门牌包，你卖不进来。我女儿现在早有钱，比你强。滚！闹心了，现在女人一点都不怕好，遇见有钱的马上离开你。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，你说的对，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，我们相遇相拥，相互猜测怀疑，一边微笑一边流泪。那些激情后的陌生，今天他又来找我了，我按你的话他都告诉他了。妈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，妈？没有事儿。其实他也挺好的，女儿，开心点，一切都能过去。多少无人能懂的不快乐，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。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。明天要结婚了，你不去看看他？爸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拿什么去面对他？妈，我们回家吧。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，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，现实却那么残忍。阿姨咋来了？哎呀，我这今天要结婚了，你可别告诉我他今天要离婚了。其实，妈，我去看看姚哥，最近哥哥外面考察都瘦了。啊，你慢点啊。走了，妈。哎，好了。再也看不见了，不要让他知道，也不要让他看见我，这一切我接受不了。
让他知道我会更难过。是你谁知道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，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逃出遨游，就能清晰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妈，你出门有不带钥匙了？如果我能看得见，你敲一下门，我找不到门在哪儿。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你再大胆的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，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先看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真的让我恨你，你也不说。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有多愧疚吗？带我穿越拥挤的人群，你知道我多想你吗？我的眼，带我跌入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相信自己的直觉。